至于中华队的奥运赛程也即将在台湾时间明天下午4点展开，率先登场的是男子射箭队，包括郭振伟、陈佑成和王振邦三剑客，在伦敦时间27号上午9点，也就是台湾时间明天下午4点，将参加男子射箭排名赛。而在台湾时间明天晚上8点，女子射箭排名赛也将登场，中华队的谭雅婷、雷千莹、林佳恩都要出赛。中华射箭队教练团表示，选手的状态调整得相当不错，只要临场发挥正常，有机会争取团体奖牌。